天哪，这还是我认识的明夜吗？我不会认错人了吧？这位神君，您没事吧？没想到你我竟还有一番渊源，只是你知他知，明夜桑九不知。阿兄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的妖气开始反噬其身了。那明夜是不是我与你合修过？什么？原来合修便是如此，我还当是多么难以启齿的事情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到10点，中天娱乐台长月烬明。